鱼排炸的金黄酥脆，龙胆石斑口感 Q 弹，柚子萝卜跟青葱柚子酱味道清爽，响应政府支持渔民的号召，餐饮业者推出石斑鱼堡，蛮适合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吃的，因为吃起来蛮清爽。我觉得我会再来吃啊，因为像我这种。 就是很想减肥，可是又好像很想吃素食的，然后很适合吃的。清爽，而且它里面好像有洛梨。我这个不错啊。盘点各项餐点，石斑堡用龙胆石斑搭配柚子萝卜、青葱柚子酱，单点200元；海陆堡选用安永鲈鱼，酱料是洛梨酱塔塔酱，单点190元；虱目鱼堡腌制过，加上蜂蜜芥末酱、焦化洋葱，单点180元；夏威夷马西鱼堡在地的鬼头刀搭配墨西哥辣椒酱，单点180元。 它这个鱼堡，因为它这个都是用鱼肉整个，所以觉得是营养是够，就是价格的食材的。哎，我可以接受啦，口感很清爽，可是可能价格就有点小贵。我们就是自己去评选，说哎，到底哪一款东西搭配什么酱啊、鱼啊什么的，这样子吃起来的口感味道就会比较好。力挺渔民辛劳，餐饮业者集思广益，出奇招，救石斑，舒缓产销困境跟压力。三新闻的请上台北，上报道。